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三位出赛的刘嘉欣，他是来自于黑龙江的选手。今天呢，他选择的伴奏音乐是《微笑的鱼》。非常可爱的一套编排，我觉得他这套编排当中呢，在圆形接续部和音乐的使用方面非常有特色，而且音乐也很让人感觉心情愉悦。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其实也挺好的。对，他跳跃刚才有几个跳都是在步伐当中直接就起跳的，所以现在这个青少年运动员新上来这批运动员新的比较这个先进的技术就是这样，他没有等待，没有准备的时间，在步伐当中很快就起跳，所以给人感觉是没有中断，是一气呵成的感觉，而且起跳和落冰包括空中的飞行距离都是很流畅的。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运动员在冰上他是很协调的，就是他的四肢动作滑行是不受局限的，有些运动员滑起来之后他胳膊是不会动的。刚才那也是一个三连跳，
他比较擅长这个飞利浦跳，然后呢接了一个两周的点兵跳和1周的卢普跳，而且他在旋转方面也比较擅长这个蹲踞式的旋转，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联合转动的蹲踞式的旋转换脚的也是比较多。整体的编排上来讲也是很有特色的这一套。在上一节的转播当中呢，这个王导给我们介绍过，说女子选手要想成为一个就是以后的高度，要在这个发育之前呢要达到一个技术方面的水准，一定的高度，男子选手是不是也同样有这种问题？相对小一些，因为男孩呢他只是没有体重增长的问题，只有一个身高增长的这个力距增长的变化的不同。有的时候运动员在那一段增长的时候他有一个不协调期，但是力量和体重上变化不大。男孩子好，我们现在呢在等待的这是来自于黑龙江的刘嘉欣，他这一套表演自由滑的打分，我觉得他的教练现在应该是也是比较紧张哈。从文艺，他的教练也是我们参加第一届冬奥会的运动员。1980年，他和许兆晓一块儿代表中国男子单人滑选手去参加冬奥会。那么说他是作为替补运动员，然后许兆晓作为正选。好，来听一下刘嘉欣的得分情况。他的技术水平分是27.54。内容分呢达到了46.4分，这个从教练是非常满意的啊，73.94分。